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朱元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迷糊老玩玩，遇见无聊。我们第一轮还算是可以 PK 到了游戏主播，这个还是蛮那个的哈。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打到三轮，打到四轮。干干干！大家有零碎票的帮我守一下呗，有零碎票的帮我上一下呗。哎呀妈呀，还上一下！哎呀，有零碎票上一下！哎呀妈呀！铁子下山坡走着不？别往远跑。铁子山坡走，直到山上有人，咱铁子山根底下走，知道不？哎，这就没事啊！哎呦我靠！啊啊啊啊！别打了，兄弟们，没完没了是不？没完没了啊！撅，撅！没完没了是不？没完没了了，给你们蹬鼻子上脸。没打死。死了，漂亮。靠！三面干我！全干我啊！怎么样？这是你自个的厉害之处啊！靠的了，靠的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被轰完了。